你体验过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吗？这是一个强大的催眠视频，带你进入到前所未有的体验中，改善睡眠，疗愈身心，以松弛的状态进入到甜美的梦境。本期视频建议收藏起来，方便每日睡前反复观看。先点赞后观看，养成好习惯。现在，请放下你的手机，安稳地平躺在床上，双臂放在身体的两侧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开始全身的放松。先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，感受你在每一次呼吸中，身体上最微妙的反应。每一次的吸气、吐气，都是你的生命能量在流动，它是那么的缓慢，那么的轻松。每一次的呼吸，你都会变得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感受你胸膛的上下起伏。这是你的生命力无声的脉动，请跟随着这个节奏，连同整个宇宙一起呼吸、脉动。接下来，你会在我的引导下，慢慢和整个世界融为一体。你将体验到存在于有和无之间的美妙感觉。无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感觉，都请去全然的拥抱它。此时此刻，你绝对的安全，请对我保持绝对的信任。你将在这种松弛的状态下越来越放松。越来越放松。现在开始感受你的呼吸，深吸一口气，吸到饱满为止，然后闭气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缓慢的。气，感受腹部一点点在放松，继续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现在请屏住呼吸，然后停留5秒钟，缓慢的吐气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屏住呼吸，停留5秒钟，慢慢的吐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现在恢复到正常的呼吸节奏中，继续把注意放在你的呼吸上。你的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深沉，越来越缓慢，感觉整个人都开始变得放松了。现在，请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额头上，感受你额头上的感觉在流动，这种感觉非常的缓慢，非常的温暖。慢慢的，这种感觉开始向你的眉心汇聚，最后凝结成一个点，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。不一样的体验。
有似无的闪闪发亮的，请跟随着这种感觉准备接引来自宇宙中温暖的能量。三二一，一股轻松的暖流从宇宙间流入到你的眉心，你立刻感觉到很温暖放松。这股能量在你的眉心盘旋舒展，将你的整个额头包裹笼罩，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渐渐的，暖流开始向下流淌，轻松暖流流进你的眼睛，你的双眼开始变得轻松。从此刻开始，你的身上再也没有了生活的压力。从此刻开始，你的心里再也没有了世俗的评判。你感觉到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放松。轻松暖流从你的眼中扩散，蔓延到你的整个面孔中，你的眉毛、鼻子、嘴唇、脸颊全部都开始放松了。轻松暖流流进你的脖子，你的颈椎感到很温暖很放松。从今以后，你开始喜欢抬起头，你学会了爱惜你的颈椎，你学会了直视别人的眼睛。轻松暖流向下游走，流到你的两个肩膀中，你的双肩立刻变得松弛起来，卸下了所有的负担，立刻变得无比轻松。你享受这种松弛的感觉，慢慢的感受能量在两个肩膀中流转，滋养放松。你的肩膀开始变得透明，好像是想要融化到这个世界中，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你现在越来越放松。轻松暖流流进你的左手，感受这股温暖的能量在流动。你的手掌开始变得越来越温暖，越来越温暖。暖流开始向上流淌，流进你的小臂，流进你的大臂，整条手臂都开始变得放松了。感受能量在你的手臂间流淌，感受它与整个世界水乳交融。劳累多日的手臂终于可以彻底放松，慢慢的慢慢的，你的左臂开始变得透明，越来越透明，越来越透明，好像是想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中，越
来越轻，越来越轻。轻松暖流流进你的右手，感受温暖的能量在你掌心流动，微弱的温暖的存在的。你的右手也开始彻底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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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松。轻松暖流顺着你的手臂向上流淌，流进你的小臂，流进你的大臂，能量流淌在你的整条手臂中，若有似无的宁静温暖的，它会使你的手臂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，感觉整条手臂都开始变得透明，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空，整条手臂都开始融入到这个世界中。你已经感受不到手臂的存在了，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空。轻松暖流流进你的左脚，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你的脚趾向上蔓延，暖流流进你的脚背，流进你的脚心，整个左脚都开始变得温暖了。暖流顺着你的小腿向上流淌，感受你小腿的肌肉从此刻开始变得无比松弛。你的小腿，你的大腿都开始变得放松了，整个左腿都感觉到一股能量在流动，这使得你的左腿变得很重很重，很沉很沉，好像是要和这片大地融为一体，慢慢地融入到这个世界中。你的左腿开始变得透明，越来越透明，越来越透明。轻松暖流流进你的右脚，温暖的能量以微小的粒子形态在你的整个右脚慢慢跳动，好像是你的右脚装满了整片星空。这种感觉非常深邃，非常遥远，又非常的近，仿佛你的脚下踩着整片星空，整个宇宙。轻松暖流向上流淌，流进你的小腿，流进你的大腿，你感觉到你右腿的能量非常饱满，非常充盈，身体的能量与你的感受一同存在着，一同存在着。 这股能量深深地滋养着你的心灵，滋养着你的生命。你的右腿开始慢慢变得放松，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慢慢的，你的右腿开始变得透明，越来越透明，越来越透明。你的右腿也开始融入到了整个宇宙中，整个宇宙。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空。
轻松暖流流进你的胸膛，慢慢向下浸润，开始滋养你的内脏。暖流洗涤着每一个器官，每一个内脏，你的肺脏，你的心脏，你的肝脏，你的脾脏，你的肾脏，整个身体的器官都在被滋养。暖流经由你的内脏融入到你的胃肠，感受你腹部那种柔软的感觉，它将带你体验到一种全然的温柔。你的整个身体都开始变得轻松，变得透明。慢慢的，慢慢的融入到整个宇宙中。变得透明，变得放松。整个身体越来越空，整个头脑越来越空，任凭思绪在你的脑海中漂流，它会以光影的形式出现在你的脑海中，你能看到一些自由随意的光影，在这些光影中你将看到七彩的光影，它不停地变换，不停地流转，每一次的变换都会让你更加放松，更加放松。任由你脑海中的光影随意变换，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放松。你将跟随着这些美丽的光影，沉浸在美妙的感觉中，自由自在，温暖放松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你的头脑开始彻底的放松了，没有了思绪，没有了画面，没有了感觉，你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沉，越来越沉。下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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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潜入到最深邃的梦境中。任凭自己在美妙的感觉中自在遨游，下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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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远处的美好中，潜入到你最舒适的感觉中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你听到的所有声音，感受到的所有感觉，都会使你更加的放松。你将收获身体上的健康，
你将收获心灵上的自由。你的灵魂和肉体彻底的融在一起了，轻松自在，浑然天成。进入到更深的睡梦中，梦境里无比的温暖，无比的温柔。好像是回到了最初那温暖的羊水中，感受到了生命第一次触碰世界的感动。这会使你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放松。